我们家在几楼？我们家在25楼。可是我也是贷款啊，我也贷80%啊。不要以为觉得说哦，你做直播买那么大的房子，你就会很好赚。当然又要辛苦啊。丢丢妹做公益直播脱到剩内衣，6000万新北百坪豪宅也曝光。我换给你们看，你相信我里面有内心？吓一跳。10万，对。再来哦，再来哦，有点太性感了。丢丢妹福利放送了，26号直播，她以20价拍卖衣服，所得全数做公益哦。哎，这有人要吗？选妹好的。喂，这间你不能进来，因为讯号微弱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有没有？还有，现在要冰箱。丢丢妹除了清衣橱，也清冰箱，煮了一桌好菜，超级贤惠的。好啦，有没有香？哎，其实你看，让弄弄也是大餐啊。你们喜欢气质的丢妹哦，因为在家里讲话不能太粗鲁。如果你们觉得我今天很温柔不习惯的人呢，那就把我当成是丢丢妹的妹妹。因为你自己想，你在家里有可能像一个不正常的人这样大吼大叫吗？应该是不会吧。你们不要把我想成我是不正常的人，可以吗？我是金熊狼，这样子被小孩子听到的话，我就变坏妈妈了。小孩看过我直播吗？从来没看过。我有买人数吗？没有啦，我没有买人数啊，我从来都没买过，因为我要的是营业额。你们自己看我的浏览。我的浏览是不是都超过50万以上？看浏览是最准的。那为什么要像萧伯一样？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有人进来看啊。我不是住台北市，我是住新北中和的远雄建案吗？不是，我不是住板桥，板桥太贵了，买不起。我们家在几楼？我们家在25楼。不过我房子很大，赚很多。哎，其实我真的觉得，哎，怎么讲？我从国中2年级的时候。我就开始外面打工了。说真的，我光这样子，国中、高中、大学毕业，我就有第一桶金了。我跟我老公，我们两个的存的钱，懂吗？就是一人一半，然后出头期款，这样才是人生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房子真的很棒，可是我也是贷款啊，我也贷80%啊，所以我觉得看个人理财观念啦，好不好？不要以为觉得说哦，你做直播买那么大的房子，你就是很好赚。当然又要辛苦啊。我一直在锅子加盐，你跟我聊天一下好吗？我刚刚讲那么感性，结果你们没有要理我，在那边买锅子。锅子加盐啊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。第一个大楼的脚正对我，让我不开心。不开心。拿下你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阿哥最怕的。